丝马般，我想去星辰大海的方向。这些人要跟我自爆了，好吧？嗯，你不要打，他找你就跑，跑不动，跑不动。我在带劲的时候，南道风冲过来跟我自爆，跑不动，真只能跟他打。然后我跟他打，我打赢了，死哥翻个打，然后呢，我也回潜水区，他也回潜水区，然后正面锤石往前面靠一下，往里一抓，就稳住，要稳住。我再把我得给他办的。嗯，像死哥南刀这些有点防不住，死哥很烦，对吧？南刀的话会让下路会让边线挺难受的。嗯，对吧，我换一个。哎，英雄好少买。要不你来一把诺手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诺手配这个。诺手配这个。收割螳螂来一把。收割螳螂来，来收割一手。嗯，黑暗收割。谢谢你们给了我去之后的圆满。夜魔配费兹，我带他一手电刑。收割，收割后期会厉害一点，没关系，我就带这个，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后期。掏出了我的正方形螳螂，爆炸，这把爆炸。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。先分析一下建模上单怎么样，你打建模有没有压力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感谢大司马在温的结拜兄弟，飞机，你这把打剑魔有没有压力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喂喂喂，喂喂喂，哎，我靠，忘记开麦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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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诺手感觉打剑英雄都挺好打。OK，
我们后续好像不是很好。很好。不打后期，不打后期结束他们。十五分钟 ，OK。哇，完了，这逼的一个闪现，这锤石搞事情。大的，他魔腾。我感觉到了有价值的猎物。你建模干嘛？你建模是中单吗？这把我可能要发育流，好，你自己要稳。剑魔没闪，死了应该。可以，好，游戏结束。稳住，我有踢 ，OK OK， 你没带踢啊，兄弟，你带的是吉宝啊。稳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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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，这波先往我这边靠的。OK。哇，他两级来的。所以说你要稳住。好。会比较针对，一定要稳的一。稳的一。对，一定要稳的一。接下来稳的一。啊，你会很难受。好，可以，我们下路不错。可以设伏的，那敢不敢打我蓝？也不敢。剑魔没闪吧？没有。我不太好帮你啊，没事。又来，不会知道什么东西吃掉。我好像能，哇，没溢出来。拉中就他们就垮了。对，这波只要拉出来就垮。稳住，要稳的一。要稳的一，八的一，一定要稳住。没事，我问题不大。对，稳住，稳住就好。兄弟还能吃蟹。对。目前还可以比分。准备收割。可能还会去上啊，放心，我可能要搞他一下魔腾了。
鱼人不见了。Q 他吗？好的，挂两个。这个闪完美，这个闪完美。上路单吃，好的 ，nice， 单吃，可以，很强，稳住，稳的一，稳的一，你必须要稳的一，我早就跟你说过。要比你，你现在要开启比你平常打路人稳两倍的模式，你信我？可以，好。大陆挂了，我要刺穿他们。可以稍微卖一个 port， 我注意我位置，我位的那个人。OK。我回了。我把他骗进来，他应该会来，应该会来。OK。可以。可以打。没有孤立。OK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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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亏，没事，他不亏不亏，他一我两段，我应该能杀他，别浪，有稳，他一我两段，哇，没拉中，快啊，没拉断，不把他拉中反杀，他离你太近了，他那个 Q 你出手时间不够，要远一点就拉断了，远一点才能拉断，他法，哎，这个完了。这打这一波被杀回去就 OK 了，被杀回去很赚。我感觉到了有价值的力量。这个完成就好了，我靠，下路小心了，哎呀，太压得太过了呀，哎，上路建模的大好像 CD 状态吗？我在他野区，先不急，先不急。他应该这个时候会比较说，我来了。大有没有大？太好了，但是可以打个大。哎，他没那个。好。哇，可以。小心鱼人，小心鱼人，小心鱼人。我觉得鱼人会来。好。鱼人会来啊，没事没事，来了。我觉得。没事没事，我保你。哟，你还敢撇，我靠，那你死了呀，
哎，我被缓速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他有金身。小云主播今天。不贪就好了，其实我们贪了。嗯。贪了。贪了。不贪他这波就浪费时间了。他是肯定要来的，我们贪了，还是先稳一下吧，不贪，好吧？不贪，畏惧虚空。不要贪，我们现在打的有点贪，说实话。这维嘉只要他能发育起来就行。这小人补刀特别的，哇，这人。管他，接下来得注意一下他。不要逃，上去了。我位置可以啊，我位置可以，注意看我位置，注意看我位置。好，别那个了。好好，勾引的不错。好，好，过了。没大，都没大。OK， 都没大。OK。可以。这还有个头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玩，跟他玩，他玩不了，他看不到，他没注意。OK。他没意。打小。小云山。凌晨的吗？他杀了，杀了，死了，死了，肯定死了。哎，没死吗？这里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他已经走了，已经走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我以为他死了，我靠。哎呀。哎，这波感觉来上路飞跃。OK 我知道了。OK， 直接杀，杀完推塔。这波线我可以直接推过去。我等你一下 ，OK， 看一下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小渊跟他浪费时间。可以，他死了。魔腾可能会上来啊，所以要看情况。看到我了，看到我了，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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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杀不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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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招吗？那不杀，算，啊，对，队友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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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魔腾，没事 ，OK， 我知道我知道，他们在作死啊，好，走，队友来了，队友来了，队友来了，撤吧撤吧，鱼人马上到，鱼人马上到，走吧。小心这里啊！哇，好肉啊，这魔腾！然后进化。这盘我们小法发育很好啊，这小远漏了四五十刀。对。就一看他看他后期的输出了。这盘我们阵容也挺好。他现在没出山过，所以我们先暂时不好打，等他一出山就 OK 了。现在很舒服，你装备有点差，得稍微补一下。来，鱼人，鱼人，鱼人，看到了？没事，看他怎么说。两个，好多哇，垮了。三个就走了。三个就垮了，没得了，走吧，没得了，没事，他们这样做其实不赚的。我这波刚好可以出三线。OK， 他们这样是不赚的，人太多了。哎，我现在巨肥，上面好像打，好像。打赢了，打赢了，这波打赢了，打赢了，打赢了，
可以。哎，维嘉，好，我来了，可以打。这波他们要垮，这波他们要垮，鱼人在后面，可以打。好了，可以。画面。好的。啊，鱼人来了。上路小心，你继续发育。发育十一级，他们不会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给吃掉的。可以吗，小玉人？哇，可以可以，他上一出崩了。他不太清楚我的输出。啊，这个磨损。可以可以搞，可以搞，可以搞，看你话。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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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吗？你看位置，你看位置，看位置。不太好搞。哎，没到的，我没到的。哦，龙可以抽，龙可以抽，龙可以抽。我没有惩戒。他应该不敢。OK， 稳住，现在。稳住，你先发育一下。上去了，哎呀，打峡谷。怎么说？他们不好，你们往那边不太好那个，我们稍微拖一拖，等你。这盘很好打，我们能定住。哎呀，没不敢出 Q， 怎么回事？好吧，出 Q 他这波鱼人就重伤。我先看个大人就全没了，小法大也没放。对啊，小法没，他们没有输，这波没打输出出来，直接死了，没办法。我是一个，我要收割，收割不了。所以说这个就很尴尬。刚才这个地方他出个 Q， 他们这波峡谷就没了，多 Q 鱼人就直接废了，瞬间爆炸，没出，也不能跳。可以啊，稳住。无尽的饥饿。到了，我感觉到了有价值的猎物。先发育一下，发育一下，等你，等你血手先，等你血手。可以打。OK， 等他们推我们再打，看看情况。对，等他们推，看情况，看小法怎么晕。他晕中再打，晕不中不要打，他不能被开。他如果站位差，他被开我们没办法，只能硬打。他魔神有机，把他那个
啊，他很肥。哎，没看到我靠！小月应该在我下路，在。小月没大，小月没大。OK OK， 在这，这波感觉可以打， okay， 可以打。我这个地方，好，看到了。魔腾距离有点远，我们快来！哎，咋不来啊？怎么打不了龙啊？打不了龙的。哎呀，我靠，这个太垮了！应该能全死，杀小鱼，这边有杀，这波赢，可以全死完了。他们这波团战，冲上路了。嗯，他在作死。哎，我靠！哎，火龙，这个没事，还是可以打火龙。还掉个复活甲，我靠！都没把他留住，对了。哎，他死了，他干嘛？他死了呀？他没 Q 了。没事，我等他就好。boss， 你再困不住我也就醉了。垮的一，这小法。垮的一。可以龙，感觉会来不及，会被鱼人收掉。也得等你们到，你们不到我不能打，他速度会比较快。好，可以的。蓝不多，打龙。OK， 哎，好，困住一个，漂亮。OK， 可以，终于困住了。这有人，小心。打掉。OK， 你打，先发育，不急。哎呀，好，那你垮了呀。梦也没到 ，OK， 没事。我们得守一下下路啊，来下路。OK， 搞个闪，快来人！回家，这种的。好，勾引成功。哎，他没来吗？没有。哎呀。这个就来的太晚了，要走。我说你倒是，哇，小法不放大。小法这波大也没上。法的一，这个。我操，这什么来的呀？哎，这里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怎么说？大龙一次，可以吗？大龙好像可以，可以试一下，可以的，可以。可以，这龙可以。
Okay. 等一下，先不着急打，先不着急打。完了，他直接打了，哇！他直接把自己打残了呀！现在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人。啊，还有十秒，还有十秒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打了，可以打了。时间也到了。好好好，快快快！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快快快！等一下，怎么过来？先打，先打，不用管，他们来了再搞。先打，先打，先打，先打。好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走了，走了，一个龙种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他们走。好走。还行，这个龙二换三还可以，我们龙挺多的这盘，对，可以接射，可以接射，大陆掉了，我这盘数据好夸啊，我这盘数据攻击不到啊，这啥呀，他怕他秒，好 ，OK。叫火龙，火龙，火龙。第二条火龙。我马上十六，我要起飞。我们可以推一手中路。OK。这个小巨人我发现了，他只会一个连招，就是闪现 WQ。好好好，火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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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准备火龙先。不好不好那个啊，你们可以尝试，可以尝试。可以。我马上到，可以尝试。哦，可以，好 ，OK。小心摩登开大，小心摩登开大。哎，这个死了。可以可以 ，AD 死。可以。OK， 那收了。好好好，撤撤撤撤撤了撤了，不浪不浪不浪，哎可以又混追，哦可以可以，好好可以一波了，好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，我来了，一波了，试一下尝试一下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没事，先开始，来魔腾安排，我知道，看到看到，安排，可以可以 ，OK， 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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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波一波来操作一下这个人，哎，怎么说？哇，你超级快！啊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赢了就行。我们的宗旨是赢。我们这一把总结一下，别下。OK， 小胜三把。还行，交胜三把，对，我们可以总结一波。这盘让我明白了很多东西。明白了什么？这个明白的东西就不用说了，对吧？但是就是两个字，稳住。稳住，稳住，稳住一定是很重要的。就现在就很清楚了。现在你应该明白了，这不是路人。这不是，这真的不是排位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排位。不是普通的排位。OK， 对，所以我跟你说，你稳住，信我这句话，稳住，拿出两倍的这个，两倍的稳住，两倍的稳住，对，你只有这样，不然你会头皮发麻。翻连胜，小胜。我们的目标是八连胜。心心苍苍也看清若雨江的人生，没有捷径已破费，坚持住有梦。